厉害啊、哦！成功！哎、欸，不简单嘞！我跟你讲，是不是一度很紧张、哦，一度很紧张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幸好那天陈百祥仁慈，他选在礼拜五的下午，哦，没什么人，还在上班。因为如果是真的，就是比如说一般的那种放学时间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绝对完蛋。一定、啊，因为学生看到，其实热情会扑上。你知道，依照我们现在的光环。是真的会没有，不可能。是哪一种光环？就是准备要回去姥姥家。因为光圈在这兒。哎、欸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台哥真的超怕的。嗯。他真的就是一直在那畏畏缩缩，畏畏缩缩。他是细啊细啊细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。你想太多了啦，对，你修修这啊，人家整个拿下来，大家也忘记了。对啊，那个什么徐孝顺哦，想起来，想起来，哎、欸，叫啥名啊？别记啊，就忘记了，都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所以其实算大成功，下次还可以再来挑战。对，这个其实我们这样录了还蛮好看的，蛮好玩的，蛮好精彩。很好看。下次我们就去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哪里？直接穿过西门町，好多人哦，很那边很危险，从六号出口走到电影街，然后我们什么时间？六点，六点下课时间，六点正中间，好不好？然后你身上就。你只能选一个配件打一个配件，一个太少了吧？好不好？可以的。OK，、欸、下次加入一起，我们要一起去。我是没什么烦。如果被人认出来，我们就当约会。我是不觉得会被认出来啊，所以还好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干嘛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玩桌游，桌游桌上游戏。现在我们桌上已经摆好，就是我们大家今天要玩的桌上游戏。那当然，我们四个人嘛，我们本来就不太清楚，所以呢，我们有请到一位桌游老师来了。是桌游老师，花妈妈。桌游老师，花菜老师。桌游老师不简单哦，这届金钟奖，金钟奖刚拿下终身成就奖，还有桌游哦。好、啊，那是周游啦。喂，好，哎、欸，我操，真的以为，那有一次，我以为他有另外一个身份。没有啊，好了，周游老师，花灿老师，花灿老师，可不可以来教我们一下这个桌游要怎么玩？好，这款游戏呢叫做眨眨眼。眨眨眼，没错。然后来，首先看到它的配置，你的手上有一叠牌，七张。对，好，可以看吗？这个的可以看。有。好。桌上的时候，你看它的牌背是黑色的。对，桌上的牌跟你手上的牌是一模一样的牌。对，所以你手上有的数字代表桌上的也有。当然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？现在可以看了吗？可以看，可以看。它总共有几张牌啊？它一共有35张牌。哦，好多。5735，所以我们每个人手上的牌上面都有。对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暗示别人你手上的牌怎么做暗示，怎么得分。嗯。每个人到自己的时候，我会把一支我的这个。放在不是我的数字上面，哦，把我的棋子放在没有我的数字上面。对，好，假设我先放，我放在这里，这假设的哈。所以你们手上一定有人会有这个23号。对，所以那个23号的人就要来暗示我。啊！暗示我你手上有23号。老师，太明显了。老师，我直接跟你讲说，我就有23号。没错，老师，所以这款游戏呢是要暗示的。当你觉得这个人手上有23号，他太明显了，你就可以检举。没错，我要检举你手上。可是你本身不能检举嘛？对，我可是那如果大家都想检举怎么办？叮咚，谁最快？那他检举完答错，我可以再检举吗？可以，可以吗？还是说只有一次机会？一轮只有一次的。来，这个牌呢？黄老师，我们来规定一下，我们觉得，因为我们今天人数比较少，那我们就规定说，这一轮就只能一个人抢，好，好不好？猜错了就都废牌了。抢快 ，OK 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那这个游戏呢，第一轮大家都只是放，好，到第二轮的时候，猜对了。一人各得一分，猜对的跟放的人都可以各拿一分。各拿一分，猜对跟放的人，猜错了就不能拿分啊。猜错人就输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没有人猜到你的，那这张就会丢掉，没有人得分。好，当猜完之后，你要再放在另外一个格子上面。OK， 然后游戏就会进行到所有，当有一个人没有手牌的时候，比赛结束。对，比赛结束。我问你，如果我猜错了你，什么叫我猜错了？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就是说你，我的意思说是你，比如说我们两个赢了，对，那是换下一个人猜吗？还是说就是你继续？没有，换轮下去嘛。我们你猜对了我。我们各得一分，对，好，就换下一个人了，非常的清楚，对，所以这是一种叠对叠的一个就是比赛啦，好不好？轮流吗？各凭本事。那我先跟你们讲啊，梁凯莉她真的不会拼的，那算是
脑袋最干净，干净的脑我已经见识到了，好不 好, 好？所以你问他说，梁凯莉，你有没有这张牌呢？他直接实话实说，他会实话实说，不要一直看我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了吗？好，那谁先开始喽？有没有惩罚或奖励？没有，那还玩什么？好，玩什麼對對對而且你看有没有惩罚？跟我看到威力拿一叠的健康布到草根，我吓到。你要干嘛？你拿这个到底要干嘛？我要收起来了，收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开始了。来，把你的那个压下去。好，那谁先？老师就从你先，我们顺时开始。哎，那为什么我没有这个？这是你的。好啊，我们一起啊。那如果我们这样子，看谁的手在下面啊？不是，你可以按我的。你们两个在调什么气？我想操你们啊！认真的。好，来，来哦，我要放喽。放啊你！好，这是台哥才会做，台哥才会做的事。快点！哦，今天有几啊？你不要演那么多啦！你现在是综艺，来，很戏精。25是不是？是一人一个 pass， 还是这过程中都可以？还是他换他放，还是已经开始？这过程中已经开始了。谁手上有25号，马上就可以打 pass。那我应该已经知道了。我已经知道了。那他现在不是老师，我连 pass 都还没打，知道了。来来，他现在可以放棋子吗？对，请放。那预愿意放吗？待会轮到我的时候，你再决定。我再猜。可在过程中，我就可以先检举是谁错。OK，OK， 啊 ，OK，OK。等一下我要放我没有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你先要猜，你先要猜。没有，先放，先放吧，先放。先猜他，没有，先放。他这个他可以不，他可以猜，也可以直接对啊，放就没有了。待会轮到我的时候，他才可以猜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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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。先放。啊，我看一下哈，我看一下。快点呐！好了，我放了。二号，哇！等一下，我刚刚收到一个暗示，那个人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点暗示一下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刚刚好，来 ，Ken， 你要开始吗？不是，我收到一只鞋子，你要鞋子拿走，你刚刚把我鞋子拿走啊，莫名其妙哎。OK， 是不是该检举了？哎，可以直接检举吗？对，你只要觉得是谁，你就马上检举，然后说出他手上有什么号码。先放棋子吗？你要不要来放？我们要让这个游戏要很顺畅的进行下去。所以我不能放我自己手边有的吗？对，不能。皮笑而已。哦。那一张牌。你有一号。啊，随时可以。不用拿出来，但是你要说你有没有。有没有？我没有啊，找错了。哦，一号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还有还在，一号还在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他抓错会怎么样？对，没事，他抓错会呼他巴掌啊。对啊，呼啊。是讲了吗？没有那么狠啊。没有，我们直接扒头，扒头了。抓错要扣一分，抓错扒一下。不要，你要扣一分。检举不到就巴头，检举不到就巴头，检举不到就巴头，检举不到就巴头。老师不好意思，检举不到就巴头。好，太好了。好啊，你要你等一下也可以，你也可以来，机会来了，我要放棋子喽。哎，等一下你是谁？我过了，我已经过了。我要放棋子。好，等一下。换我了嘛？好，我要猜谁是手上25号。为什么可以那么快？不是啊，为什么？都换他要猜啊，因为大家都笑。我觉得你手上25号，他是不是看到？有，没有？有。那你也得一分了。谢谢大家。所以你现在要定下一个棋，对不对？继续放啊！这个牌我要干嘛？就自己收起来，这一分哦， okay. 得一分。嗯，对不起，我暂停一下。那个你们的棋子结束之后换一个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喊出来？比如说黄色，我放什么？哦，好，你现在换几号？我换什么？现在就要放在30号。绿三十，我懂了，我又收到暗示，怎么厉害啊？我都没有错，他都知道。赶快，开始按吗？你先要检举谁？检举啊！你要检举谁？他有30，真的假的？这么明显？我要检举，大根有30，真的假的？好，真的有没有？真的，我有啊。怎么抢？现在我可以干嘛？来，你有2张30啊。
你要把这个三十拿走，对，你要把你的三十号给他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了。你看，你怎么看到他的 pass？ 有吗？可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假 pass 吗？可以，怎么可以这么准确？但他只是很快的 pass。好，换你，换你，换你，他比较直接了。换你啊！所以这个下一轮才可以再按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请问你要谁手上有二号？我觉得这中间就不能 pass， 对不对？也可以啊，可以，也可以，都可以。凯莉，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二？哎，你是确定？你要确定哦，你不能这样子疑问句哦。因为其实从头到尾你们俩都没有给我 pass。你要确定？你刚刚把我鞋丢出去，你还说没有？有哦，对哦，你那个我以为在勾引我，暗示我等一下要吃个饭之类的。天啊，你已经吃饱了吧？所以哎，他问了，对，凯莉，我觉得凯莉有二，有吗？哎，我说什么？一张，怎么那么强啊？然后你要再选择，你要有号码，放在什么号码上？哎，你们谁有十九号？啊，他先选一个他的号。我要先选，我要先选。谁有十九号？告诉我啊！我先选，我先选。你要先选下一张。我哈，黄色的人哈，要选择二十，绿色二十八哈。好，绿色二十八，绿色二十八，好，绿色黄色到二十八，黄二八哈。好，换你，你刚是好，我是选十九号。好不好？请大家给我一个 pass。嗯，好，好不好？好好玩哦！给我 pass 啊！好，我要抓。太明显了吧？你要觉得有谁？你不是阿凯？你有十九号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他怎么办？所以他没有，他怎么办？他就没有得到分数，不用扣分，不用扣分，对。并且变废牌了吗？对，并且我的十九号也变成废牌了。你太浮夸了吧！这样他们才不敢抓我啊！那他就不可以继续再选号吗？可以，哦，那你要选号。可以啊。对，我现在要选的是咖啡色十一号。咖啡色要选十一号，这不就是这张吗？好浮夸。好，看你一号。红色、紫色多？一号，我猜你们可以给我点暗示吗？我这次不浮夸了。我猜，你猜，黄色一号，紫色十九，在 key 的这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也可以骗人嘛？不行，要讲实话。哎，如果手上有一号在你这里，你要敢让我知道，你敢让我知道，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得分。实话。哇，漂亮！一人得一分，然后有这种现在。粉红色要跑到哪里？二十七号，红二十七，好换你。凯莉，你刚刚是什么颜色？紫色，这么快？这么快就要猜了？干嘛？二十七，不是二十七，他猜他有二十七，我没有二十七。你猜错，所以你要打他。所以怎么办？我要亲手。哇！猜错还在上面啊！哎呦，来啊来啊！哎，那要放你旁边，到不了不检举啊！检举牌，要放旁边，讲讲扣一分，你要算你扣一分，检举错要扣分，对，要算你扣一分，讲放你的一上面哦。啊，其实会怎样？好，没有，他还是放在这。好，那继续换你，你要指认你的人，怎么可能？哦，你什么？二十。可以，哎，不行，这一轮他已经只检举过了，啊，所以那我你现在要猜不到，我可以下一个 pass 吗？当然不行，不行，你可以随便猜，你就一定要猜吗？今天讲到二十，你一定要猜二十在哪里？好，好，你一定要猜，我猜，哎，没有，你不要按，你直接猜，是啊，有二十，我猜大根有二十，好，我没有，好，为什么不猜我？干嘛猜我？没有，他推我，没有扣掉了，没有扣掉了，是他，天地良心啊！我刚骗你，来紫色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要就是 Q 老师一件事，老师你有的话，你可以面对镜头做一个样子，有的时候你有牌吗？好，没有的时候，没有的时候，咦，不一样，是不是一样？笨蛋啊你！好，这样大家才分不出来啊！放哦，你放。我要放
13号，所以是紫色放到13号，紫色放到13号，紫色放13号哈。好，因为我没有牌了，我想被检举掉了，所以我就直接放。好，你放之后没有人可以猜我的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我的牌被检举掉了。你看，我的牌被检举掉了，所以我就跳过，就没有人可以猜我的，我就直接放。我现在要放在绿色，要放在橘色的4号上面。绿色，我好像懂了什么。怎么快啊？大家都看到，你看我只看到，他以为你有哎，我才看你为什么想检举你呢？奇怪，我奇怪哎。换下一个，换你来，换你。对，所以我要猜我28有谁，对不对？对，有。换你的28。二十八。哦哟，哎，拖鞋借我一下，真的。这咳嗽要被打。老师你很吵，你这样子会干扰到我思考吗？真的是哎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把我拖鞋拿回来。好，我可以检举他吗？可以，你只能检举你自己，你只能指认，指认谁有28的？我觉得大根有28。对，我觉得你有28哎。你真的是太英明了，我有28。好强 ！High five， 一人一分啊，一人一分。然后你要一点点有，不能太多。你要换到下一个号码去。黄色要到。到哪呢？黄色到橘色3号，黄色到黄山，黄山那是黄山是不是？好，黄山再换你吗？这么抓你的胸部啊！11号，我觉得，什么11号？你是谁？觉得你卡的十一啊？11号，我来这招那么烂，这么强，太明显了！这什么布啊？强到说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直接排除你，然后我直接选3位其中一位。对，我是走，我选择谢洁玲。你们太明显了吧？有吗？有没有？有啊！4分，4分最高了，4分很高啊，最高了。哎，那我现在要选择是不是？来，请。对，四分最高了怎么办？我要选择的是，你们偷看牌呢？我一直在打 pass 给大家，绿色不理我，青绿色34号。咖啡到34。咖啡34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跟观众澄清一下，在底下用脚不算作弊。观众看到有用脚在屌，没有啊？是在屌。你说什么？底下是底下，你不要把它扯起来讲。用脚按是什么？在底下用脚不对啊。在底下用脚完全可以，因为可以干扰，而且我们在底下有加来摄影机，因为我也可以骗他，我们有加来摄影机，好的，下面有摄影机在聊了。你刚才抠脚完全被抓到，真的假的？所以在底下用脚，我没有穿内裤哎。我穿的三圈裤啊！好笑，我的样子也是白痴哦，白痴哦，快点！我跟你讲，有人是穿安全裤不穿内裤，其实是比较危险的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因为内裤会包比较紧，安全裤比较大。没有，我女生安全裤有的很紧，很紧的，超紧。我今天不跟你说我穿安全裤。阿生，你们今天聊到安全裤啊？你们穿内裤？我们同一队啊，他怕我曝光。继续游戏，轮到我了。我很想说，为什么中秋节烤的那个鱿鱼丝现在还在身上有味道？拖鞋给我拿来。好，哎，好了，我选择是青绿色34号。你不要这么吵。对啊，我们是耳聋。青绿色34号。刚才我现在换我要打，对不对？没有人给我 pass， 你干嘛一直碰我？你现在碰我干什么？你有27号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要指认了。他指认了。你有27号。他指认了，他要走。你有27号，明显明显。那这样，这个状况怎么办？我还没讲，你先讲的话，没有，是你先是不是？但是因为你还没有讲你还没讲两卡利亚，他讲先的，没有讲了，没有，你没有讲出关键字，所以他很紧张的。对，我刚只讲说你刚好碰我，然后你就直接对啊，你把你们的暗示讲出来，而且他就一直讲说，你是不是讲？你我跟你讲这样，干嘛不能得分？我赌1000块，还有27号。哎，你有没有？有啦，谢谢大家。好可怜的，逆转啦！好呀，好，我现在把，我不是，谁让你碰那么大力？好，我现在把红色。哎，
你被检举了哎，你被检举了，可以选吗？都可以啦，没有，因为刚刚没有牌，你刚刚没有牌，你现在就直接放，没有人可以猜你。我可以放，但是你不能猜嘛。我现在放到十四号，好，换换可以。粉红色十四号，所以换我，那个是四嘛？不是，你要猜谁有这个？我是紫色啦。谁有十三号？对，是紫色啊，谁有十三？紫色十三号，我猜。好，他已经先猜，他已经他被讲了。我猜到十三号。好，三个你的，好，你三个你的，好。你他被讲了，我不要，按零了，刚检举的可以先。啊，我讲是完整的嘞。他先按零了。我讲完整的 ，King 的有十三号了。好，那我让十三号，让你来请。好。来放人，我要放，啊、我要放，紫色要放七号，换我了。你这脚会不会太远了？你直接跨过我碰他，会不会太明显了？你跨着我的脚碰他，会不会太明显了？你跨着我的脚跟他打 pass， 我觉得这个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位置不公平。我每一个人我都是最远，我每一个人都最远。你们两个一个亲近的朋友，我这么多这么远都没有这种邻居的。我看这是考验功力的时候，这么明显了。没有，你我是骗你，我骗你的、啊。你没有，怕什么？四号，哎，那相反的，我要猜咯。好，来，有没有要检举啊？要快哦。好，我没有四号啊。你有没有四号？确定的吗？你确定吗？啊，你讲出来了，你讲出来了。好，你有没有四号？就你有没有？抬掉了！哇！谢谢，追分啦！他的 key 得拿很高分呢。对，我后来追上了一分，他扣一分，这个是我才两分呢。怎样？我扣分屁事啊！哎，为什么我分数最低啊？因为你真的拿，那白痴！因为每个人都打 pass 啊！你刚刚不认真，认真点，你是好好放牌，我要放牌了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不是，是因为你们放了牌，我都没有，我更不能参与。哦，我懂了啦，我要放在三十三号。这个有，哎，这个有。四分号，哦，换我是不是？姐姐林换你，我是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干嘛算人家分数啊？算是一下自己的吧。我三号哈，我三号嘿，我三号嘿哦嘿嘿哦嘿，我来。他已经讲话了，我先讲，首先 ，OK。他已经讲话了，嘿嘿，哎，我可不可以回头抓？就是我现在突然想抓。比如说抓，现在可以啊，进行中可以可以可以，就是我现在是放三十三号，你觉得谁有三十三号？如果你放到我的号码，啊，我可以，我觉得我有那一张，不行，不能检举自己。好好，换你，换我，他能放，黄色要放到哪一张？放哪放哪？我放个蓝色二十二号。好，换你。你刚刚是选择绿三四。只认错一点，认错来，检举错还没事的。那你要再选一个号码。再压一个。你干嘛？不是啊，刚是问我吗？对啊。那我刚刚不能检举啊。你刚刚不是检举啊？你指证是当做抢答铃使用，就是当你错了，我知道是你耶。白痴啊，会不会玩啊？哎呦，傻眼，怎样啊？你像我，看我就皮肤色八号啊。十四号，啊，这是真的咳嗽吗？我真的有痰，杨海丽，要不要先咳完？我真的有痰，我真的有。好，换谁？换谁？好，大哥，我猜。
十四号是不是那张，对不对？对，在 key 的那，没错，不是他。我说在 key 的那，对啊，我说十四号在 key 的那有没有？啊，用这样讲法哦哦。他扣一分啊、喔，这你会怎样？他扣一分、啊，我不用扣一分、啊，没有不用扣一分，他不是指认，他是猜错。只是十四号，对，那我不是指认，我刚刚要拿掉啊，不用拿。那他刚刚十四号丢掉，十四号丢掉，谁是？还有谁上十四号？哇！你刚刚不给我 pass？ 我有，我这样你们都没有让。你每次都不，你你你，我们的吸勇吸奶嘴啊！哎，他们家里都这样啊，他都一样，你们都不骂他骂我啊？不是，我们刚刚直接，我有细微的分别好吗？好，我现在要把粉红色、粉红色放在那我是粉红色，哪里？哪里？二十一号。好，换我，换我，换我。我的是谁？这个。对，紫色这个，七号是我猜 K 的有，很抱歉没有，是啊，我给你暗示吗？我都没看到，我敢暗示啊，他刚刚叫我的脚就踢他呗，啊，我相信你，好，哎，我刚才也相信你，是我在踢你，好，你现在赶快再选一个号，来选一个号码，嗯，我要紫色，紫色要放十号。哦，是哦，是哦，哎、欸，是哦，哦，你们好可怕，是哦，三十三号，换我了，三十三号，三十三，我放在三十三号，我觉得，你有没有三十三号？你是直接要，那那那那那那那，你研究一下，没有三十三号，拍谁啦？就叫你。叫你研究一下，你干嘛？你要想猜谁了？你要猜的？没有啊，他都已经猜我了，我都猜的。你干嘛？啊，你要放哪里？不能啊！我要放在五号。换你。吓吓我好不好？等下我是什么颜色啊？你是黄的。黄色。黄色。你是黄色。不要大声啊！这个，黄色哦。你是。二十二号，没错，就是我。二十二号，这样可以的。耶！对耶。Sorry 啦。那要重新选号码。来，请。什么啊？大家报一下现在自己的分数。好。好。我好低哦。我现在有。我来，我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再扣一分，我先是五分。好，大根。我三分。三分，凯莉。四分。三分。五分。五分。好，所以我跟你同分。对。我也五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主攻他们两个。那你们现在就要去主攻他们两个。好。你现在先放一个色，放一个号码，黄色。那这个要集中吗？不用。不用不用，放着就好。好。黄色放到几号？十七号，他最高。黄十七，黄。我踢到 key 的，我踢到 key 的。好，十七号。好，换 key。你刚刚的号码是几号？咖啡吧。咖啡吧。咖啡吧。他刚刚叫的，我把他按下去。你要猜谁？好啊，要逼我这？我是真的要猜。咖啡吧在凯莉这。有没有自己讲？要讲啊？要。什么？什么？因为他甚至想要学聪明，他就一直这样。不是，他是这样。要背对你有没有啊？就排被看到。我这个我刚没有扒，可是他动作是太明显了。好了好了，所以是你的、啊。当然是我的，是两张。他猜对了、啊。我猜错，我要扣一分。对啊。好，换你。我的红二一，哎，还没放，还没放。我想要放在蓝。这是二十四，没放就给我 pass 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看到你要准备放，我好像有这一张没有？快放！红六，橘六，你每张都有那么多牌。好，来，红二十一，杰林，干嘛？什么？换我了是？杰林现在是我的橘，你要仔细看哦。很紧张哎。好。你是谁？你是什么？你是几号？我是二一啊。谁要 pass 我？让我看一下。是没人知道我的牌啊？哎，不要二一，你要选啊。我知道啊，可是如果
你们两个有恶意，照理讲我不应该选你们两个，因为你们现在分数很高。可是你也会得分啊，你我现在是同分呢。对好，我们同分。那那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，我先讲 Kida 啦，我先讲 Kida 啦。我们裁判，裁判什么意思？他的零牌子举起来了，我大力帮啊！猜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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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按成功了，猜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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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意思？猜拳，猜拳，有人按零哦，猜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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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他按，是我吧？按零的，我猜他有，有恶意，好。各位观众，我没有，因为二一在你这里。啊，他是他的，就是你啦，白痴！我怎么会有二一？好呀，我有让他抢到分数啊！刚刚就从头到尾，张一柔就跟你讲了，现在七分，七分，那我现在要重新选一个数字，我要紫十八，红十八，红十八，好，好，凯莉。你现在是哪一个？十。好，我要猜。姐妹，有人说我在这里有十。我爱你啊！你忘了？我爱你吧！是，你不能每次就是人家要确定是谁的时候，因为你是根据。对啊。但是你当你们你要回答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按，你可以先按零，再知道先按零。可是我先按的。你没有钱，你没有钱，你要不要按下去？啊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说我有十吗？我有哎。他要赢了，蒋凯丽，我们这样，他要赢了，哎，这是哪？继续啊，他要赢了，真的。我要放在青色的，紫色放在31号。31，31，好，好，我猜哦，好，你是几号啊？我是绿色，我要放5号。啊？5号，我放5号。放在5号，来，给我一个确信的眼神。你先把盖下去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可以的，有5号。好啊，好啊，猜啊，猜了啊，你确定吗？有没有？再给你一次机会啊。他都很经用，就是要那个。真的给你几个机会。要，你是我妹妹，真的给你机会。真的哎，分数不好赚，你再好好想。有吗？哎，有吗？有吗？问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？有，他眼睛刚放大。怎么样？有了，你快丢出来！给你一次机会，真的啦！你快丢出来了！有了，你是快哭了，你是快哭了呢？你说你丢出来，丢出丢，我丢了！真的有，真的有，这是我的。哎，大家手上个别剩几张牌？好，3张，4张，我剩3张，好，都有正常，好，就是牌没有。那你现在要到几号？来，我要放在24号。好，好，好吗？杨思曼萍姐，好，你抓一抓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心里真的不是，超明显的，超明显的。哎，哎呦，我再给你次机会啊！我不要机会，我不要机会，你要考虑机会，我不要机会，我不要机会。他如果我没有怎么办？有。好，我有有。好，跟他领先，被追分了。恭喜他！来来，我有办法破解这个游戏，我要破解这个游戏。我要各位观众，这个桌游游戏要被我破解。游戏王，大家拭目以待。开始，换你。我是17号。他都还没有那个呢，我不行，他不行，因为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过放了。好，换你。我是17号。蒋凯丽有17。我什么都没有。快快丢出来，丢出来，丢出来，丢出来！没有。好啊，没关系啊，扣一分啊。来啊！来啊！变得疯掉。他们都不能捡起，快！大根有17。好快！什么意思？我有啊！我以为他会弄我，因为你现在是最高，又不是他，你现在快10分呢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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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，那我就压，对不对？我要压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放在这个粉红色16。好痛！哎呀，等一下，快点，先听我讲完。我说到这个游戏的 bug， 你刚才按你的时候，你是按着我的手去按你的，所以这一题没有解。没有，是我，我没有，因为我没有这个。你刚才按着我的手去打，分数比较多，所以这一题我要打。没有，我要打你，是我。都什么都没看，就按。16，拿出来。
蛋，可恶，笨蛋，还要追分呢、啊。好玩，来换我来，我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咖啡。咖啡这九号，这六号，六号，这是六号，六号了，六号，在你这，在你这，六号拿上，没有，六号很弯，没有扣分，没有扣分的，扣分哥们，我猜啊，这个谢杰林呢？哎呀，漂亮来啊，破解你们呢？哎，一分是我的牌子呀，泡泡泡啊！等一下，我没放，我没放。各位观众，你快放！我要放绿色三十五号。在你这，真的在我？Yes！ 要叫我是不是？要叫我是。然后现在轮到我，对不对？什么玩法？因为我刚放十八，我刚刚要先抢答，不然要被抢到。你在玩什么？十八在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我们要，你不能叫全部 tempo 让谁要的？对，有谁？有次数哦。对啊啊，只是只有次数哦。不是，刚刚不是这轮轮到我啊？他要回答问题。不是我怎么样？他回答我，他回答问题。Hello， 这轮轮到我哎，我指，而且你指认，你刚刚指认这么多次，你这些指认牌用完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扣在这边，我的不，这不是扣分牌而已，就是你只要每指认一次，你就要丢掉。我刚刚丢掉，你们说要放在那边。是扣分的。你如果指认错要扣一张，那你扣一分再丢一张，然后你要丢一张你原本指认的次数。不是，我解释了，不是，你总共要四张这个，你只要指认一次就要用掉它。我讲，对啊，就把我有四张刚都在这边。但我刚刚做第一张做指认之后我就丢出去，你们说没有要把它放在这边，不是那是错的，错了，对啊，错的要放扣分呐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扣两分在这边呐。哦，好，啊，我解释你又不听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很多时间了吧？等一下，指认一个人只有五次，你不管指认对，对，就是你不管指认对或指认错，都要把那张用掉，应该都用完了，错的，用完了，对，先这样。对的，要讲。对嘛，早说，所以这张是没有用的。所以这两张已经不能用了。我刚刚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已经用完了，你永远不能指认人了。对，然后我猜对，所以十八。所以我刚才想说，我刚才说怎么这个有 bug 被我发现？我没有指认完啦，我就没有啦，我就把这两张丢掉，一张错的在这嘛。对，你是两个错的吧？好，没关系，我都不指认了。我猜你两个错的。对啊，我有两个错了。有啦。好，来十八，这个我再错，我就哭。好。杨凯丽，是正常 ，Yes， 然后我现在要把红色，哎，那我也没有用掉指认，我有指认，那你可以借我一张吗？我还要指认，你指认两次，好，我剩两次。红二六，我指派，我指，我没有指，我没有指，我指定，我指定，我你指派，我指派，我指定，我指派。啊，不要闹，不要闹。好了，换我，我是三十一。我没声音。他有三十一，我刚好剩最后一张，但是不是三十一，扣分。所以我要干嘛？扣分。你要扣分。不是他不用扣分，他是自己指认。我选错，对，你选错。那把那张丢掉，三十一张拿出来丢掉。丢掉。谁三十一？你的分很小哎。没有默契，想要逼的小。没有，我不是想说。不是，我不是想说，我就想说 A B C D， 然后 A B 就是比 A 小。我的意思是这样。来，我要放了。好。我要放在二十三号。绿二三，你看放，你不看他，你看我干嘛？蓝二三，哎，我是不是可以用啊？哎，其实你用指认很多次，怎么可以只剩？我只有指认一次。对，他只有指认一次。我从头到尾总共四张，那你就只剩三张。好，对对，是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哎，你不能太 enjoy 在这个玩游戏里面，你还是要看一下规则，好不好？有吗？我有跟你们讲规则，人家都没有把规则定着你们。好。你刚压多少？我压二十三号。大概有。你人家在压，你就看人家。猜你看我的眼睛干嘛？我刚压你们还不是看我？我讲一句公道话好不好？我们认真玩，因为已经十点了。我再讲一句公道，我要收工了。我再讲一句公道，好不好？观众们也想睡觉。快点，快点，公道的公道话好不好？我没有二十三。你没有二十三，那怎么办？你就这边扣一分啊，二三还留着。谁二三？二三留着。没有留着吗？来，请你要放。谁二三丢掉啊？谁二三丢掉？没有，不要，他们检举，只认检举。检举才要丢掉。来，请。我要干嘛？你要放你的，你要放你的号码。我要放在。大家都还有牌。
我放在这一个，这个是多少？九号哦，九号，九号，好，你不要看，你有九号，靠，一样，没有哎，扣分。哦，这个时候还没有，你要放在，我放在，要不要拿过来？要把这两个移过来一点，这个移过来一点。咖啡的十二号。哦，我就这可以拆了吗？不行啊，要轮到这个。现在我刚刚是粉红色26号，你们都没有人给我 pass。你怎么不踢？你怎么不踢我？好想压哦。现在不踢了。因为我没有啊。可是你们都没有得指认啊。在你这，没错，在我这，就是我。哦，好，最后一张，剩一张牌，所以我要放对不对？来，我要放在紫色，放15号。紫色15。咖啡色12。对，咖啡色12。换你。在你那里。对，一人一分。所以你剩一张牌，你剩一张牌，你剩什么牌？我一张，你剩一张，我要放在32号。好，那换你。我是要猜谁跟我一样，对不对？9号，我猜 King。游戏结束了，游戏结束了，那手牌要丢掉吗？哎，手上牌不是还有一张吗？手上牌没有了，他已经没有牌了，那我们这边就是都不算。那手牌就丢掉了，对，都丢中间不理了。第一个人没有，那一排就结束了。好，然后现在算分数，对不对？算分，我先吹着先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后扣2分，我总共8分。厉害，换我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后扣2分，我总共也8分。哇，没有，没有。杨可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十一扣2分，我扣两，十一扣2分，再扣1分，9分，杨可丽9分，九分，来，老师，6减2，4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10分，所以凯莉赢了，没有他赢了，我有决定10分。然后你是老师，只有你最烂嘞，没办法，我烂太快了，你会不会滑？怎么会这样？可是他真的没有指错拍错人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有最后刚刚对。我有在看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这个桌游，这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渣渣眼，渣渣眼，渣渣眼桌游的获胜者就是我们的谢杰林。没有礼物哎！恭喜获胜，没有礼物，没有礼物，没有礼物也是好。好啦，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梁凯丽来我们节目玩，还有我们的老师，好玩吗？好玩，超好玩的。下次还要不要来？按摩吧，我们就是下次就是我们几个聊天，就是有一个痔疮，就是一直在按摩，两个，然后按摩跟脚跟那个跳那个健康步道，你就选一个。对，然后那个观众说，下次请你来的时候，记得是穿泳衣来跳舞。屁啦，不要乱讲啊！我就是不要穿毛线衣啦，不要穿高领的，好不好？还是我就是不要穿好了，这样。不行。好了，我讲公道话，就要穿的像米恩那样。米恩是谁啊？米恩去掉一下。你注意一下，米恩这个始祖是跟我也是同一个怎么样？哦，地方了，注意啊，你不可以乱停的，好不好？凯莉，你穿的像跟大家一样可以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这么非常的成功了，好不好？下一个礼拜，哎，有台哥，我们要吃黑锅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成功了。然后记得赶快订阅目标试抄完，你就有机会在10月11号跟我们一起到海上密室逃脱。很重要哦。好了，我们目标试抄完，下礼拜时间啦，拜拜。